好，好像今天是我们 TNT 第一季的农村运动会。农村运动会。哦。还有第二个吗？还有第二个。我是第一。那肯定是自己的。这还用说吗？那肯定是我了。我是第一，我是第一。那我就勉勉强强占个第七吧。我要跟马哥占第七吧。我要跟马哥争最后。我不行。我就第七吧。我也不行。我不行。我第七。行的人不行。我第七。不行的人行。双打还是单打？配队友吗？单打。我们双打。要不要单打之后双打？我们双打吧，双打快乐。对，单打快乐。单打，我们应该双打。双打拍不出来，就是我们那。双打先把一队弄出来，然后在那队自己内部，然后在那一队内部竞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轮空的那个人的话，就跟另外三个、另外那跟那两个我们双打很有感觉的，很有不行，没听懂。我现在没听懂，知道吗？没事，玩就对。轮空的相当于直接进前四，然后四个人。一百八十条二十倍，我们四个，剪刀手布，手布，糟了呀！我们四个怎么说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三个人的友谊，怕不牢靠，一百八十条二十倍。好了，我们俩就是最菜的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就是最菜的，这个牌子有，这个牌子对我们有利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这个软网不是软的，就有很多那种情况，他们就是扇不过来的情况，你知道吗？说到冷空，石头剪刀帕子是吧？谁冷空了？谁冷空了？放一个，我也想你了，张哥。张哥这么幸运？不是，我最后。他过来是吧？有时候。什么意思？张哥直接进入冠军争霸赛。对的，对。哎呦，张哥当裁判，兼解说。石头剪刀布，我们俩打，你们过去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两个打。难道不应该再十一个出来选择轮空吗？这样算的话，我们算赢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直接跟他们俩那个队打。你们两个在，应该在石头剪刀布一个轮空。然后跟他们打，他们输了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你们应该在石头剪刀布赢的那个人才不打，就是我们输的要晋级一个，你们赢的把输的搞赢了。对。哦，他们是，我们是输的。他们是输的，他们该打了。对。所以说你们要在以决输输的。不。啊！不是，我们跟他们打啊，你一样嘛。我不要晋级。我要跟他们打，你们打，不是一会儿他们三个争冠军，你觉得？来，啥意思嘛？你这意思嘛？我这前三就不服气。开球，战术指导啊，要玩加油。输了，不能吹球啊，不能吹球，吹板子。加油！吹球犯规，吹球犯规。发球不算，这是楼。拿下，没事，这边呢拿下了第一分，耀文越拿下2-0，已经2-0了，拿下，耀文一直用他的 nice 来加强他的气势，删他，2-1，哎，这颗山球把气势给凑没了呀，不是这个打的感觉好像小学生在打球。我还想打俩小时。哎呀！三一，三一，亚轩耐不住性了。但是打这么久都没有见有人扇过来过。激动了！我激动了。三一，你没激动，不可能激动。哦。三二，三二，没事，追回一城。哎呦！漂亮！漂亮！这个补救特别棒，他不敢，大家都想删的，大家都想删的，对不对？合适的机会，4-2，这地方谁敢删啊？谁？亚轩已经连丢两颗球了，完了，nice，5-2，连丢三颗球了，亚轩，
大轩，你们不要丢掉气势啊！人呢？人呢？啊！我不敢删。啊！三五三五三，我也不敢删，不敢删，我也不敢删。删才有热情，兄弟们，激情起来！删删删！耶！裁判不能带节奏，对不起，没事没事，别带节奏，没事没事。我们输了可以直接去判裁判输。五四啊，五四，没事，我已经前三了。三哥已经是前三的人了。哦，好，你往下接干什么？六四了，六四，你两分的差距，稳步前进啊，这边。来三了，七四了，七四了，拉七三分了，六七换他了呀。啊，八四，已经拉开四分的差距了，四分的差距，能不能稳住心态？看那个能不能追回来，大心脏。哇哇，帅呀！杀球杀球，亚轩说，反正都这样了，我要靠杀球。哦，我要靠杀球。哦，八六八六八六，八六上山了，八六上山了。亚轩一个一颗扣球杀回了气势。接他的杀球不太好接啊，这个灯关键还有。有点七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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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追上，我们发，不还没到，啊他们发，八七八七，稳住啊，稳住啊。跑得好保守啊，各位，完全不是在家里的水平，完全不是在家里的水平，就要他这一下，刚刚拉回来的气势又要丢了吗？他不可能，他不可能。啊！他不可能！来三，来三！要玩什么？帅先生的赛点，赛点！赢了，赢了！恭喜冠军！恭喜耀文和俊林！啊！完了，他们打不过他们，我们加油，马哥，我相信你。五颗你们还有奇迹，十一颗就不一定了。加油！哦，我们没有点什么新手光环吗？别爆冷啊！好，强加油！别被他们俩打瞎了。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哎，一平，一平，一平。没事，不要急，每一个人都是有。哎呦，一个下旋。二一，二一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兄弟们。十一比一，内定，内定。哎呦。小事小事，三一小事三一是吗？他们罚他们罚，他们球我也拿不准，不行，不能让身体冷下。我猜多少了？捧他了，四二四二。嘿，哈，哎呦，哎呦，四三四三，这差距拉的还可以。今天打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节奏，哦，下来，五三五三，两球稳步前进。哦，马哥，马哥慌了，马哥慌了，马哥不行不行不行，六三六三，稳住稳住，七三，不要急不要急，完了，这个时候虽然拉开了四分，但是还是有可能获胜的，就十一比三吧，定格在这里。七四七四，往下再炫点，打回来一颗，不急不急，大心脏大心脏。八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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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耀文已经很迫不及待的想扣球了，我也想，我也想，可是他在压制他的力量。九四九四可以，九四九四可以，肆无忌惮了。啊，不，可不是这个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打到十的时候可以来两颗，十的时候可以来两颗。可以来两颗，他们发，他们了，我们了，我们了，我们了，给他们来，我们了，我们了，你发，你发，发个屏上的球可以铲了，铲一下这么稳吗？十一比四，来了，现在啥情况呀？然后你们仨在石头剪刀布一个直接轮空倒，又轮空。我要轮空，我要轮空，轮空，让轮空。不，你们俩我不想轮空。等一下，三哥不轮空，你们俩直接十秒步吧，因为三哥没打。说不定就要这种，没事，就要效果是吧？他万一又轮空了，来吧来吧，石头剪刀布，耶耶。哎，
综艺效果没降临到我身上。你要打，你是输了，你也是会输。输的打啊！我不想轮空、啊。等一下，轮空。石头剪刀布。啊！没降临到我身上。张哥六啊！张哥直接进入冠亚军。是什么运气？这叫运气吗？运气不是实力的一部分吗？太强了，张哥。哎呀，今天这冠亚军必须要给我一个位置，我也是真的很难受。来吧，十一小。其实挺没体验感的，是什么？没有，很有体验感。我们两个怎么遇上了？啊，没有，很有体验感。昔日的队友，我跟你两个小球手玩一年，一零对手，要不然率先拿下一城，有很有看头。哎呀，那我等会儿跟第一打岂不是很？我在这儿我都不敢。谁一啊？要玩，一平一平。这两个人呼吸都开始降下来了，我要先稳一下我的呼吸。二一。啊，二平，吃得很紧啊，吃得很紧，吃得很紧，实力相当，好吧。三平，啊不三二，这个裁判，这个裁判，裁判脑子抽了，哎，你别踩了，差一点，可以，三平，三平，战况很焦灼，怎么焦灼？非常焦灼。他们俩四平没有感觉的，四三，你算啥的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喜欢平啊 ？Sorry， 五四四平啊！不要想什么啊？对不起，裁判不要搞心态啊！你这裁判咋回事呢？这裁判乱来，我看不懂这。你看他在那踩，他一直在这踩我，你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气势吧？五平，差一点上了，哇，这么焦灼吗？差一点，今天等会儿拉个大比分，好吗？咱们要拉大比分，被拉大比分，这个我们平时在家里打不太一样，真的，真不一样。这个台子也比家里应该窄一点，高一点，还窄了一些，感觉家里那个比这个宽一点。六四六五六五六五，哎，真不行，救我。七六，哇，这个打得可以啊，可以，这球杀过去啊，打出来那种，哎，八六上山了，要我稳住了呀，八六，发球不要急，八六，九六，完了，别慌啊，赫尔，完了。完了，十六完了，反逆转，十七，要不然别慌啊，你这一看就是猛了，十七，那给我看，没了，完了，张哥，加油，张哥说，哎，这，我要被张哥打下去。这个，等一下，哇，张哥他很看不起你，怎么办？张哥拿出你的独门绝学，张学，张氏乒乓，张，张哥给你们输的最快了，第一个就接不上。我应该，这台子有问题。他自己不要在那里跳，你应该先猜那个球。二零。
不，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变相的给张哥心理压力，我们安静一点，不要说话。不说，不说。张哥，你拿出你的那个气势来。范雷，等一下啊！还冠亚军之战。三一，三一，不说我以为冒泡菜。四雷，不要慌，你们不要在旁边影响我心态。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没有笑。Sorry, 知道吗？对啊，张哥赢了一局。5-2，哇哇，张哥反超了，我觉得。不要这样发球了，哥哥。后撤步。别玩了。哎，这球打得真不顺畅，啊，难受死了。啊，不想跟你玩打乒乓球了。8-2。没事，张哥你好歹也算个亚军。张哥，这台子有问题。球二球。哇，张哥让我猜一个。哎，93，93，我发，我发。不行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这球打不下去了。张哥发球还是挺难接的。13。算了，就像一只企鹅跳进北冰洋。你不是我的南方，我去独闯。张哥可以的，张哥，张哥不要放弃。张哥发球不好接。张哥发不过来怎么接？等一下啊，系个鞋带，系个鞋带。张哥，这波是找回状态。试图找回状态，你应该求裁判暂停一下。你没看过那种视频吗？让你几颗到13，然后一把打回来那种。懂的，懂的，懂的。主要是你发球得每颗都发过去啊。完了，张哥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这游戏真没意思。第一名是耀文，第二名是张哥，第三名是赫尔。那、哎、这个4、5、6、7还没升。那第二还是挺好的啊。4、5、6、7还有什么？那就是我和马哥，我们还要再在一组。我们两个争谁最后是吧？一样。6、7比较精彩。一二就没看点了。发点好球，来了啊！哎，刚刚确实没什么看点，确实没什么看点。咱们先试两颗，先试两颗。单方面压制不算看点。赶紧的，先试。我觉得你拿这个板很亏哦，特权。确实。你不是跟我打，你主要拿这个板。好，第二个球可以。确实，我换个板。你要跟我打的话，你拿这个板很赚，但你跟不是跟我打，可是猜球吧，猜球，好吧，好。左边，我猜对了，我的左边，我发，什么鬼？没事，102，哎，102。感觉公务员。Nice， 20，可以可以。第二名帮你保管，好吧？这话说出来咋心这么虚呢？啊，不虚啊，张哥有什么虚的？实力也是运气的一部分。Yeah， 对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看题。我是第二，我要自信啊，我不能这么。是啊。我没说不让你，没说不让你自信啊。粉丝认同我的第二吗？我认同啊。那就好。赫尔的认同吗？耀文认同吗？我是不是你很尊敬的对手？起了起了，你这不跟耀文打乒乓球了？不是，你一看就是假的呀！我不能，你一看就是假的。你这话说，你给我消！你这话很蔑视我。那你也挺厉害的。虽然说他真实性可能是有那么一点点。啊！还是不能铲。不是，辅助。好丑，好丢！哦，亚轩急了，完了，亚轩急了，急了，他急了，亚轩急了，他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，他急了，丁哥急了，他急了，发过去，完我之前那么发我都发不过去，肯定的。好可爱啊！这个球其实是帅的，应该像做了一个那个某一个帅是帅的，舞蹈里的发了一点。嗯。哎呀，别伤了那就。我觉得亚轩在用冷力火气平了不是吧？他咋才能热身？别伤了。找对了，张哥是热身没热开。那怎么是因为实力？对方就第一了，是吧，张哥？对。
那群又急了，急不急了？现在是山他耐不住寂寞，心里的小宇宙要爆发了。完了呀，亚轩，我不敢松开了，自己被自己搞，总是不敢删。哇，九七九七，九七，能拿回来吗？分，打逆转。哦，哇。这个球是真有点，这个要没了呀！最后玩一颗了，要十八，不会吧，不会吧？十八哟！哦哦哦，有看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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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戏剧性的来了，究竟能不能？最好看！呀呀！哇！十十！哇哦！继续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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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个发球局。哇哦哇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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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哥今天会赢吗？会。哎呦，一零，结果你还没开赢呢。啊，他放球了。要不然可以开一点。二零了，二零。马哥今天打11-0，太没面子了啊！你要想被搞心态了，我就我就我就别打了。就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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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哎，哇，打得挺稳的啊！哎，打得好稳。五零了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五零，我刚刚也是这样过来的，好吧？整个打回来。哦，哎，五一，这哥平时是擦过去那个吗？对，真的是擦过去。五哇，哎，完了，马哥开始了。不是，他都打到这儿来了。拿这个网，我都没有发球。五三。换发了，换发了嘛，换发，换发，换发，五三，还好换发了，你拿着球就发呀，问一撞一样，对不起，五四，飞了，六四，别往前，拉一下，哇，而且别突然来一下，你确实差一点把我打过了，你来我这，五八。他又咋了？他说我差点打过他，本来就是运气不好，这就几几了？张哥老师谦虚，七他一颗好像几几了呀？七四好像是，七四是啥？对，七四。哎，刚刚谁赢了？不七五吧？七五，六五啊？我不可能是六五，不，我不记得了，我真的不记得。那就七五吧，七五，怎么也至少六五，六五，谁发了吗？刚刚谁发了？你看啊，六五。马哥六，谁发球啊？马哥发呀，刚刚不是马哥发的吗？真的六，马哥一六，哎，晚了，六，他发了，发了，给别人啊，5-0打成6-6，你真的挺厉害的。哎呦，没挂上，7-6，不知道。哎，五，哎呀，太幸运了，这一下，内接了，其实。啊，没事，这个不算吧，没反应过来。这个裁判，我是很人性化的裁判。你好人性化呀、啊！这是擦到吗？没擦上，没擦上。打到哪儿了？打到这儿，差一点。他是打到这上面的。在哪儿啊？又没球了。家里有，上球。这还有一颗，又没了。我终于啊，还有一个。别捡了，我捡到了。够不出来了，够不出来啊！那里呢？最后一颗了，这哪要打乒乓球比赛？就看耗时最久的乒乓球，看他们寿命多长。就是在家的那个，还要打手上，这我怎么也得拿第六吧？弟弟，完了，我输两个，八六。那就八六。
有鬼啊！什么鬼？我有料，有料。我现在是遮挡，我现在感觉我身体热起来了。对，我已经热是吧？我才感觉我热起来了，我都没热了，我也是热起来了，我手热了。九七九七，我现在才热，我手都冰的要死。我手才热。九八九八，别浪了，干嘛呀？我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啊，对吗？十八十八十八。哎，再给吓死我了！幸好，吓死我了！完了！哦，好好好，恭喜恭喜！马哥赢了呀！马哥这个平常不打乒乓球的人，认同，非常认同，非常认同。我不太同意，可能大家都没有发挥出真正式水平吧，因为平时确实是打不过分。哎，可别可别，大家都水平相当。我真的没想到马哥居然不是最后，毕竟没啥了，没啥好刷了，安心闲鱼着。啊，我跳绳可以，花式这些都算吗？啊，跳长绳是大绳啊，那随便跳，简单简单。我能给你跳两百个，你不怕吗？我还好，我以前是参加比赛的。小队的。我跟你们一样，我是班级参加一个。